前一阵子针对了英国的男性呢做了一个居家行为的调查，结果呢这个调查指出，这个英国男性他这一辈子之中呢看电视的时间全部加起来大概是11年的时间左右啊，11年、每天看个2-3个钟头有没有，这样全部加起来是11年的时间，那很多哎。但是你知道吗，英国的男性他们做3餐呐、就是一天早中晚这3餐的次数一辈子4次。对，太少了吧，真的少到一个离谱。因为他们都饿死了吗、等一下，为什么每次调查都是英国？可以调查别的地方啊，你在中英都不行吗？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根据调查，英国人还真爱调查。这是真的，他们很多东西都有数据，这没办法，好不好？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来看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在这边也有3位这个有居家好男人的，然后还有好老婆的咯，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男生跟女生永远都好像是有男主外或女主内的感觉？那么当然咯，我们就先从我们的8位的新住民朋友，你觉得对面那4位其中谁比较不爱或者是不愿意或者是不可能做家事？像你写着Steve 跟 David， 对，哦吼，然后小皮，哎呦，就是他们也是 Steve 跟 David。Steve 跟 David 是这节目是比较人气比较旺还是？对不起，我先回去，我要去回家洗碗。对，你很高明，对不对？我先去洗碗，我知道他们演员是有点问题。没有，就感觉我们这出戏有没有？就男一号跟男二号。对，男一号。好，再来看看猪猪写的，哟，也是 Steve 跟 David。然后呢 ，Sandra 写的是 Steve 跟 David， 哎 ，Wait， 还有可乐跟阿福，公平，他全都写下来了。好，我们再来看看男生这一边呢，他觉得这边女生比较谁比较不做家事？同样的，从这个 David 上面写的是猪猪。哦、可乐写的是小瓶儿跟 Sandra， 对对对 ，Sandra 呀，哦，你敢写，你敢写，谁不怕死啊？原来不要让他生气，可是来不及，他很会教别人做他自己应该完成的事情。哦，教别人去做。英国的 Iron Lady， 他真的是。冷静。英国人的习惯就是。英国人的习惯是，就是5点下午，他们跑掉喝茶，对不对？跟别人聊天就忘记自己的事情，他们的家事，对不对？你要否认吗？哎，阿福写的，哎呦，自己。但是我也同意，和你刚刚讲的话，你同意这个。好，然后 Steve 也是写猪猪，对 ，OK， 他不会做。对不起，我要走了，我们一起走，怎么可能？好聚好散，多一个好好哦，怎么回事？好笑就，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从这个 Sandra 来看看。其实 Sandra 他是一个家里面是一手包办的人，对不对？是的，怎么会说我不会做家事？是的，是这样子，不是我要讲哈，四个都有玩具，为什么？我从 Steve 这边开始哈。他以前在这边讲过，他妈妈教过他一句话：男人是在外面赚钱，老婆在家里帮他家里弄得好好的。哦，所以我才不相信他一整天上班了，他会回去，他还在那边扫地、斗地、弄这个，我就是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David， 因为是他从他的国家的关系，他们那边就是。男人为主了，对不对？男的就是老大，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文化一定会在，他不可能这样子那么快了。就是觉得我会帮我老婆，像我去过他的店里里面，他的店里里面可能就是他是老板，所以他那边是都是他自己来的。可是他是要去隔壁他家里里面，他就是背着老婆，什么都是你自己来，他就是不可能去帮他老婆，我觉得不可能。然后阿福，他不接家，他不接阿福，对。阿福礼拜一到礼拜五做搞笑，所以在礼拜六、礼拜天呢才在台北，对不对？所以就是变成我才不相信他在搞笑可能会做事，可是他回家应该丢着给他老婆做，哎呦还没交完，现在给他老婆自己做。所以我觉得回家他老婆不可能给他做事，都是他老婆帮他做的好好。然后看我那边啊，我就是觉得哈，我
回来也一定后悔。可是我就是觉得可乐四个里面是最好的就是他，因为我就是觉得是要到外表看起来好懒惰，他不喜欢做事。可是我就是觉得他老婆如果去找他，就说啊，老公，哎，我们不用。我觉得大老婆如果用塞奶的，他应该就是会做的，所以四个里面应该你可以过关，三个我看不可以。OK，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小瓶第一个 Steve，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身材很庞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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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洗衣机坏掉了，我有跟我老婆说，我愿意买一个新的给你。为什么买洗衣机就是给他？不是，因为真的是一样。他应该很会流汗那种。如果像人家要拖地要拖个两次，他可能要拖三次。为什么？因为最后一次要拖他自己流的汗。真的好笑，会流汗。对，你是男的，你要保护我们啊。所以他老婆看起来就你等一下再发言。他老婆那感觉给人感觉很能干那种感觉，一看不惯说算了你就不要做，都是我做吧。那可能久而久之把他宠的就不做家事。那像那个 David 是怎样？因为他是中东国家的人，他长得又是那种中东国家那种大众脸。大众脸。对，就是你是说中东人都长这样子。对对，因为我对中东人了解不多，因为他是我第一个见过的真正的活生生的伊朗人。是，因为平时都在电视上看，都是以前看到都是电视上。上香的都是上香的时候才看到第一次看到所以我想给他要加个帽子粘个胡子跟宾拉登应该有点像。对，我觉得你们一直讲着这个在分析这些人，你们有一点是把这个种族啊跟文化背景啊什么一起分析。因为我们不了解，如果说种族跟文化背景分析进去的话，那英国人一定是最不做事情的。过去这100年来，所有你印象里面英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殖民地旁边站的帮，对不对，帮他做事情的人不是印度人就是黑人，就是哪有这样子啊，全世界的殖民地全部都是英国人找全世界各个不同肤色的人在帮他们做事情。因为我们有国家组织，过去100年来英国人的印象，看到了没有？OK， 冷静，大家请冷静哦，请不要把个人的情绪放进来。所以我就觉得戴维应该是长得很凶，很恐怖。是，然后他老婆应该不敢让他做家事。哦，因为这有畏惧感，有畏惧感。好，那我们再来听听看，朱祖，你的答案是 Steve 跟 David。我想先知道一下，有含着个人情绪吗？没有，我是非常。公正，对，公正，因为大家都知道 ，Steve 每一次他自己认为他是 TV star， 是不是的？好像是。我是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当然是以为是开玩笑，可是后来我自己也是很认真的怀疑说他是不是认真的，因为他到现在还是觉得，你看他手上有笔，他没事。TV star， 对啊，哦，准备帮人家签名用的。哦，不是认为我是 TV star， 因为别人肯定我，他就说就是 TV star。我是觉得啊，怎么办？那个当 TV star 的人，我怎么敢请他做家事呢？是这么有名的人 TV star， 是啊。所以你是觉得他可能在家就老婆叫他做点什么，他可能会反问哎。我是明星哎，你怎么能叫我做这种事情？没有，我会快乐了。等一下，然后我还没讲完，对不起。然后呢，因为他刚刚小平长得也一样，他就身体就比较大一点，对，所以呢，我就无法想象他在厨房就洗这么小的碗啊，或是做菜啊之类的样子，我就无法想象。然后呢，我是觉得 David 的外表看起来有一点
有一点点像大男人，对。然后呢，就因为他在那个餐厅做是的工作嘛，所以他每天在厨房啊，或者是弄很多东西，然后回家他不可能会想做更多的，不要再做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哦是好，非常中肯的建议。好了，男生该你们了，我们先听听看，就是在猪猪的嘴里面比较不像大男人的，那么阿福。对，阿福，你刚刚的答案你写下来的是猪猪。没有，我刚刚有一点难过，我觉得都没有人教我。就这个脸是不是马上一看就哦，这个很会做假字。很好啦，是大老婆的啦，没有关系啦。是好的，哦是哦，阿福骗到了。怎么一个人就像我是？不，我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是猪猪比较会做。因为我看他的样子，我看你可不可以修一下你的 fingernail？ 哦，指甲呀，请。十只手有五个颜色嘛，好可爱。这个时间就要花很久很久，这样哪有空还要做假事？我如果拿一个那个吸尘器给你，你搞不好会觉得那个是那个卡拉 OK 马逊。我这么夸张吗？你这么夸张我？那不是做假事吧？那脑子有问题。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家电制品可能也不清楚，不太清楚。OK， 就完全是一个爱玩的样子。哦，没关系，好多人写你，我们告诉你。Steve， 猪猪不会做那个这样的事，你们误会太大了，真的。因为没有，不是我误会太大了，因为他很会挑老公的。所以他不会做这样的事，因为他已经挑好一个会帮他打理的非常好，所以猪猪的脑子非常聪明，欣赏他。等一下，所以不好意思啊，所以你会觉得你们的太太都选错人了，对不对？我不觉得，我觉得猪猪的老公和就是被猪猪，就是英文是讲 handpicked， 就是听他的就对了啦，不对吗？你讲的非常好 ，TV star。我不是 TV star， 你误会，我是 TV star。搞清楚。所以猪猪，你其实会做家事是吧啦？我当然会啊。比如说做什么？赶快讲，因为是三种语言，赶快讲，英文、韩文、中文都可以，赶快讲。我跟你们说，我真的不是不做家事，对，只是跟老公一起分享而已。分享哦，分担，分担。你也掰不出来。那现在是什么样的时代呀？你们是啊，是啊，我也很忙。我觉得他讲的没有错啊，因为我告诉你啊，分担。其实。不是重点，不是做家事，重点是他能把家事安排好，嗯，那才是重点嘛。对，干嘛什么事都要自己做？对我来说，如果老公不在，我也不做家事。没有，因为我也在赚钱，他也在赚钱，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做就很开心啊。然后呢，我是不觉得做家事是一定是很辛苦要做的，而是因为怎么讲，我们夫妻的话，我们分担得非常清楚，五十五十，对，五十五十，一半一半，对。然后呢，我这个部分呢，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观众朋友们听好，因为我是结婚之前跟老公讲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在煮饭，那他在旁边帮我洗菜或是切菜，对。然后呢，吃完了之后呢，他洗碗，因为我煮饭嘛，他洗碗，然后呢，我把那个碗啊什么的就整理好，对，那个丢垃圾的时候啊，我们就牵着手，然后呢一起去丢垃圾，然后呢修电梯。哪有人哪有这种家庭？不可能啊！真的 ，I swear，OK， 真的。然后呢，我们就一起顺便散步或是运动也好，对啊。所以我觉得做家事跟老公一起做的话，是也是变成一个培养自己互相的感情，然后呢又很快乐又很浪漫。因为我觉得人在付出的时候才会有爱，是，所以你要想办法，对方也付出一些，你也付出一些，不然你在做，你做到最后都在抱怨。对，会叽叽叫。我告诉你，夫妻最怕的就是抱怨，因为抱怨是婚姻的毒瘤。毒瘤。可你不已经写了两本有关于毒瘤的书？对，在抱怨。对啊。毒瘤来了。一般人多到你可以出书了，对啊，本书送给你，谢谢谢谢。然后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说那个坚持到底，你现在的身份。
他非常不经意，因为刚刚那整句话都是中文，可是我觉得我不太懂。我也听不懂啦。坚持我现在的身份，就不婚的身份吗？对，他们现在都是在那种纠结里面，是，然后又要抱怨对方，然后自己又不肯多做一点。哦，好，那我会好好的来研究研究这个徐老师的这本《毒瘤》。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看了 ，Stay， 你自己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真的做家事吗？我做家事。啊？对，可是有一些比较。那个比较细的东西，我是让我老婆做，就最主要是什么洗衣服啦，我自己会拿一大可能18公斤的衣服拿去洗，拿去洗那个毛巾什么的，那些我都会拿去洗。然后早餐啊，拿去哪里洗？洗衣店洗啊。对，他们家没有洗衣机，他们都是送到洗。我们洗衣机坏掉了，坏掉了，坏掉了。你弄坏的对不对？不是我弄坏了，我有跟我老婆说，我愿意买一个新的给你。可是你还是没有买啊？但是没有，这个就是不要啊。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有点语病了。为什么买洗衣机就是给他？不是因为钱是经过他，他有用。真的是不要语病那么多，你给我注意，必须别了。为什么买了洗衣机？那又送了啦。买了吸尘器也是送给老婆，老婆送你一个电锅，老婆送你一个微波炉，那送我一个那个72寸的那个大电视。对啊，你看，那为什么电视就是送给你的？对啊，那他的礼物就是个洗衣机。那不要，你不要再讲话了啦。没有关系，反正我洗衣服就对了啦。你好累，多倒霉。你好倒霉，高带一个波兰推车去洗衣服了，是。你看我不洗啊。哦。我告诉你，话讲得那么好听的，老公也不一定会做家事啦。对。啊，可是你们家就是累积到一定的量，然后再一起拉去洗，对不对？对啊。很重，所以都是你负责。我以前还没有拉推车，我就用报纸过去，因为我有胖大的身材。胖大的身材，而且我们要帮他说点话，他不是只会洗衣服这件事哦，他还会做早餐呢，怎么可能？好感人哦，太贴心了吧？我不做他不吃，真的？是哦，你的早餐是什么？对，是 cereal 加牛奶而已吧？谁跟你说你骗，连牛奶都没有，我是。太瞎了，不了解。OK， 我跟你讲，我们真的不了解你们家的生活状况，我们没有去过。我们来听听看，欢迎你们来。没有，我们来听听看你太太怎么说。是不是看做早餐，对，他是有做早餐，而且是每天。可是问题是呢，他还常常就是把麦片都煮焦了。你知道刷那个烧掉的锅子，你知道要刷多久吗？有时候甚至想想，干脆你不要做好了，气死我了。没有关系，我可以解决他的痛苦。那么严重哦！哎，我现在发现 Steve 其实是一个蛮有心机的人，你知道吗？其实他都做 ，OK， 但是其实他会想一个方法，就以后不用做了。他洗衣服，不想洗把洗衣机弄坏；他煮早餐不想煮把锅烧焦，对不对？然后老婆就啊，是，你不要再，我拜托你，你不要再做。越忙就对，对不对？你也被攻击得很厉害哦。我的角度来看，家里做事的是女生比较适合。对，不好意思，等我讲完了。为什么？大男人注意喽。女生知道所有的东西在哪里，连一个针给一个男生拿回去的不会拿回去，一定会乱翻。可是女生都知道是在哪里，因为你不收，因为你没有收。对对对，不是杯子那些都 OK 啊，那个大家知道在哪里啊。可是你说小一，因为他整理的是他在整理，不是我在整理。洗衣服、煮饭那些事对我来说小 case 没有问题。什么衣服你都洗？没有问题。可是女生的内衣我不可能。为什么？为什么？没办法。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是没办法啊。我忘了关系啦，我忘了。还有塞那个内衣啊什么那个哦。Wait， 等一下。所以你愿意把内衣脱下来，而不愿意晒内衣？那个脱下来是脱下来的感觉很好，可是洗的感觉不好。太矛盾了啦。是。然后再还有。
帮女生背包包，你所有的东西你给我说100公斤，我都背，没有问题。可是你跟我说女生的包包你背，我不可。Absolutely。是吗？等一下 ，man 就是 man， 你如果说是真的 man， 拿个包就不 man 了吗？对啊，这个我这样是背，好 man 哦，好 man 啊！太酷了。可乐皮肤保养的不错，因为有天然玻尿酸。可乐。会尿尿在洗手台里，难怪你有点皮肤。有啊，因为保养品里面都要有尿酸，这是玻尿酸啊，天哪！帮女生背包包，你所有的东西你跟我说100公斤，我都背，没有问题。可是你跟我说女生的包包你背，我不可。Absolutely。是吗？等一下 ，OK， 这四位男生不愿意帮女生拿包包，请举手。四位男生，哦，可乐，可乐。女人真的很矛盾，干嘛？你会希望男人 man 一点，然后呢，男人做这个事，你又觉得哎很开心。可是如果你在选一个男朋友的时候，就不会选背包包。背包包，你干嘛说没错？你刚才是有意思说。我跟你讲了，问题我跟你讲，阿德，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OK， man 就是 man， 你如果说是真的 man， 拿个包就不 man 了吗？对啊。OK， 就是对自己的 man 有怀疑，才不敢拿包。对，我好喜欢。就是没办法，等一下，我来这个，我这样子背。好 man 哦，好 man 哦，太酷了！这样子，你看啊，很 man。如果我拿的是真的，我拿的是这样，你是怎样？我如果给我这个三 C 手机也是哦，我会这样，我不会拿到肩膀上啊，什么都不会，不然就我会这样。很 man， 你自己一个人拿这个就会觉得娘，但是如果旁边跟着老婆，你帮她拿，你就 man。包包还人家了。我今天来节目，我发现我知道 David， 我现在知道 David 的问题在哪里。在哪里 ？David 的问题是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他问题在哪。不要吵，我跟你讲，我刚刚跟他讲，他说其实很多花花公子哦，很会帮女孩子背包包。啊哈，这种好像体贴，所以就是不要被这种假象蒙骗。所以我们也来听听看他太太怎么说。哦，来，请看。啊，问题是你都没有在洗衣服啊，所有衣服都是我洗的啊，更何况是我的内衣裤呢？他是不是也是我在洗的？听不懂他说什么。没有，我跟你讲，因为你刚刚都说你会洗衣服，我说我愿意洗。哦，然后呢？但是太太就说你都没有洗。没有洗。然后呢？儿子在旁边，你知道呛虾，说你的衬衫都是儿子在洗。好了，不过真的，这个每一家都会有每一家的状况。可我想请问一下，哎，聂云大哥，你会在家做家事吗？我其实会啊。做什么？其实都会做哎，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这个有 VCR 哦。你太太的 VCR， 想清楚再讲。对啊，真的有吗？没有，我是觉得其实文化背景其实是有一点差异。那因为在美国，我们比较早就开始有机会一个人在外面住，所以其实早就已经习惯有些事情。那你不做，没有人做啊。是。所以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刻意的去觉得说什么东西是男人做，什么东西是女人做。奇怪 ，Steve 也是住美国。他其实我讲美国真的也有很多奇怪的人。我那我的 man。你刚一下讲包包好娘，他冲过来还蛮恐怖的，你知道吗？感觉有风，突然觉得那种美式橄榄球那冲过来的，对，他这个魄力有。对对对，可是我们这就讲好了，比如说这个夫妻都要上班的状况之下，所以可能家里会分工合作嘛，对不对？那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不在台北的阿福，所以你应该是不用做家事的吧？我要改一下我的。那你怕有危险？我也怕。我想一想，想一想，还要想一想，没有，他在家里拌香肠。啊，好了，卤猪脚，我们分一半一半。哦，比如说拖地板是我要做，吸玻璃也是擦玻璃也是我要做，然后那个浴室也是我你负责的。那我从高雄回来，他还是乖乖等我。他不会一个礼拜不会做哪些，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然后他的，哈哈哈哈哈哈，
电话。他的就是订便当，打电话给洗衣店。欸、手在抖了，那么怕老婆啊？不是订便当，打电话给洗衣店。这哪个是家事？哪有知道就做的？都在打电话，做什么家事？他在讲的时候手真的在抖。所以说他们看我这样子都很准。就是这样子，我们德国男生就是变成这样。你看我们大概两个年代之前，我看我那个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那个时候那个时期都还很完美。那 grandfather 在这边他说什么 grandmother 就去做了，后来变成我的爸爸大概在这边，所以他说什么，那妈妈有时候会做，有时候不会做。那我们现在变成。不够长，现在差不多是这样子。德国的男生已经没关系啊，世界末日快来了啦！真的，你不要再抱怨了，到时候电话变要你自己打。对啊，便当也要你自己订了。好，请他们 VCR。哎呀，太太的。真的。好，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位也是德国的，而且呢，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男生，有没有？可乐。Yeah, 我也同意，就是德国的教育，因为德国的教育，我们大家就变成小闹闹，真的，所以全国家都是小闹闹的国家，就是我就觉得小闹闹，小闹闹，对的，我就觉得我比我老婆更好的女生，我会扫地，我会烫衣服，我会，对的，这些都是我做的，她会做算吗 ？OK， 她洗衣服，可是我请问。打开那个洗衣机，就是到底有什么困难？对啊，现在每个按钮，对，我知道你的意思。衣服放进去就打开那个洗衣机，然后按下去就好了。对呀，对呀，他就说我负责洗衣服，你负责扫地，因为我们德国方式，我们扫地，我们把所有的家具，冰箱或是沙发，搬走就扫地。请问你会脱光光然后扫地吗？对，我会脱光光。是我等我老婆上德文课，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就脱光光。而且这露露在笑什么？在那边在笑，他在想他脱光光打扫的这件事情。他好高兴。OK， 而且听说这个可乐是很爱洗浴室，尤其是马桶，是不是？对对对对，都是我负责的。哦。浴室的事情都是我负责的，是因为他的头发，他把那个水管塞住，那么长的头发，一定要对的，对吧？会塞住水管，我说会，对，你看都是头发啊，可见你们不聪明，对啊，有两个洗，而且你们的你也不太好赖，你看卷的是你的，你看，对不对？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大家尊重一下可乐，他还在家，有吗？你们不觉得这个不公平的方面是我快要秃头，他不会。就是哪里还有他的头发？这个不公平的方面也是，就是我老婆她不高兴，我帮她洗马桶。为什么？因为以后我就问她，就是你高不高兴？她说，为什么你用你的脏手摸我？所以你洗完马桶之后去摸太太？对啊，我把我的手擦干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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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说你高兴吗？你高兴？当然不高兴了，怎么高兴的？就是这个习惯，就是我跟她去吃晚餐，吃鸡块以后，我就问她。好吃，我就把我的手擦干净。对 ，OK。其实他除了这个家里面的马桶要非常注意卫生之外，其实他们家洗手台也要非常的就是保持清洁，因为如果以前看过节目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可乐。会尿尿在洗手台里面，洗手台会洗脸或者是洗毛巾什么，这样不是看起来有点脏吗？所以他有这样，难怪你有点皮肤，我皮肤还好，你不觉得吗？这里有啊，因为保养品里面都要有尿酸，玻尿酸跟尿酸不一样，是说玻尿酸吗？这玻尿酸。我尿尿，我在国泰航空、华航，我都是在洗手台尿尿。哦，飞机上面，我这是在飞机上，就是一直乱动，就是当然我用洗手盆，要为了自己的权利站起来。OK， 不要坐着站着尿尿。那我们接下来听听看啊，这个香妮，香妮应该就是家事是一手包办了吧？
我记得我老等你，我记得我老公做的工作没有说完全很干净。哦，你觉得他做不好，像是史蒂夫那样？哎，类似说，比如说椅子底下、沙发底下没有擦干净，就对了。哦，啊，所以说他一定弄好以后，我还要去再弄一次，重弄一次啊。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变成我的工作有加倍，但是有一个东西。我都是会很放心，都是因为我老公他会跟我讲煮饭，所以你可以不用负责做菜做饭。对哦，因为我他会先对我煮的菜非常的很难吃，非常的很难吃，非常的，你做太难吃了，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讲，连高丽菜都要放水。要炒嘛，对不对？但是我找到小维大嘞，你加什么水啊？对啊，啊，我爸烧焦了，都给他加水，那个水也变。然后你有没有搅拌啊？有啊，高丽菜难道不加水吗？对啊，要加啊。可是高丽菜如果炒一下了，它自己有水，它会出水，直接可以加油下去就好。对对对对，难怪我的高丽菜每次炒完都变成汤啊。你看，我们也有这种问题。我不会做菜了，在我娘家也是没有做菜。哦，好命哎。所以说，啊，人家连我小孩子有一，我记得这个，我记得很精准，你知道吗？还让我有一点生气。我不会说煮的很多样的，但是大概我会做的，我来煮。好，我开始准备一下东西。我老二下来，啊，今天因为大概我在煮粉，我没有跟到我老公啊，妈。今天是要煮饭了，我说我啦，他说哦算了，干脆去买扁带回来吃就好了。我想我下次找机会，我们在摄影棚请你做菜给我们吃，好不好？我好想试试看有多难吃，非常对。那我们再来听一个 Sandra， 你们家会分工合作？因为我小孩比较大，所以两个女儿，他们就是负责洗碗，吃完饭以后洗碗是他们洗，然后洗厕所也是他们洗，客厕所就是他们自己来，我不用碰。然后丢垃圾、洗阳台就是我儿子啊，然后其他的东西就是我老公，但这肯定是什么都没有做。见得他就是我结婚那么多年，看过他扫地大概三次。你老公是英国人吗？我老公是台湾。受英国教育。这个是真的。可是他真的是没有做事，所以我已经习惯。以前会不会吵？会。可是坦白讲的，过了那么多年。但如果现在进来一个东西去扫地，或者去给我拆一个东西，我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人有生病，快要什么样？但现在如果去动手，在外面做错事了。我跟你说，真的，我跟你说，但如果从客厅的桌子那个杯子去煮饭，我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他今天又干嘛那么好？我就是会觉得已经有问题。小孩要生多一点，多一天长大以后啊，你看，管你的嘛就。万一小孩也不做家，这不是白生了？教好啦。如果说小孩也不做的话，那还可以交给谁做呢 ？Sandra， 直接养狗就好了。为什么？你们现在赶快看一下。哇哦！哇哦！哥哥到底有没有做家事？佩珍摸一摸就知道。有做家事的手就会比较粗。Oh my god！ 猪猪的手跟豆腐一样，是个 baby 的手。可以交给谁做呢 ，Sandra？ 有时候我真的会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家的狗狗已经很老了，你知道吗？我养大概15年，哦，很老了，就是小 baby 到现在，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女人，有时候不要结婚，直接养狗就好了。为什么？你们现在快快看一下，狗比较有用，狗养狗比较有用，去看。好哥 ，Jack Russell。训练多久啊？推我！哦，好帅！
是我们家的狗，不是，这不是，这不是我们家的狗。真的，有这只狗的话，要老公干嘛？佩珍家，请问王医师他做家事吗？没有，我第一次跟他牵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什么啦？真的啦，你去牵一个男生的手，你一牵，你就知道这个男生有没有做过家事。那我有没有做过家事？你问一下。你有，但是没有。你有什么知道？你有。看粗糙不粗糙，有做家事的手就会比较粗，他手很嫩，然后很细，因为要开刀什么，所以他的手是受不到保护的。所以我一牵我就知道说，哦，这个男生是不做家事。Oh my god， 猪猪的手跟豆腐一样，是个 baby 的手。欢迎现在开始排队。妈，对啊，你说还没做过家事？有，不要骗人。我没有，我要做手套。哦，你好累哦！老公是不做家事，完全不做的。既然都不想做，然后也都在忙别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就请帮手，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人需要工作，是他们没有工作，所以没有钱，那你就多提供这个管道给他，来帮你打扫，增加就业几率。那他们有工作做，然后我们也乐得轻松。不想做家事就不想做家事，什么市级经济都重重担你都扛下来了。没有，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我帮你说完了吗？看毒瘤怎么这样？那许常德老师，那你觉得这个男生女生应该要分工合作吗？我觉得要分工合作，要在婚前就先讲好。对。然后呢？可是如果说婚前来不及讲，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不要在发生事情的时候讲。一定要心情好的时候才讲。对，那个一定要了。像有个朋友，他就是还没结婚的时候就说，跟他还有外来的婆婆都有讲说，我不会做家事，那以后可能我结完婚之后也没办法，就是做很好。那当时那婆家的人都说啊，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就先想把他先骗进来再说。对，真的是这样。结婚了之后呢，一年以后啊，她老公就因为她不会做家事，就打了她。哦，对，哦，这老婆不做家事就是该打，女人不做家事还是女人吗？就这样讲，对，后来没办法，还是离婚了。可是中国还是有一个地方就很例外。我有听过，一二三，上海，上海的男生听说真的很棒。对，上海人，上海男生不是上海男生真的很棒，是上海女人真的很凶。你们顺序要讲清楚。你们想去上海的是不是？我觉得上海的女生的价值观真的比较不同。对，因为我有个女朋友，她因为她是沈阳人嘛，那她的男朋友，她老公就是上海人。因为有一次我去她家嘛，她回娘家到沈阳，跟她老公一起回来，还带个小孩。然后我去她家一进门，我就差点崩溃了。因为什么？她老公是长得蛮高大的，拿个小脸盆。就洗脸的小脸盆这么小，他很高大，站在那边在洗他老婆的内衣内裤。最让我崩溃的是什么？他在洗内衣的时候，我们下面内衣不是有钢圈，是下面有个边边，是你没办法这样搓什么的，揉都会钢圈很硬。他竟然翘个兰花指啊，在搓边边，这样，我当时就快崩溃了。我说这男人是怎样啊？对，我说啊，这是上海男人。我想说，虽然以前听说过，但是你真亲眼见到那个情景，你真的是对男生的一种幻灭，真的是吗？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男生想说啊，帮一下太太好了，整理一下，对不对？但是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会帮倒忙。阿福，我帮他整理衣服。哦，对啊，看他刚好。对，你为什么要帮他整理衣服？因为我觉得他的衣服真的多的到有一点离谱。哦，那他有一天不在家，我想哎，趁这机会帮他整理一下，我就拿一些袋子，然后把我觉得他不可能再穿的衣服，我就把他丢进去。然后我们楼下有一个那个大的柜子，就是收那个回收旧衣，回收旧衣，我就把他一个一个袋子丢进去。回来晚上老婆回到家，他到更衣室说：“哎，我少很多衣服。”马上知道，而且他很凶，他是上海人。哇，你好伟大哎！然后说你是不是你不把我丢掉？老婆发飙了，阿福该如何收拾残局？晚上老婆回到家，他到更衣室说：“哎，我少很多衣服，而且他很凶，他是上海人。”是不是你不把我丢掉？你丢在哪里？丢在哪里？说怎么样？在楼下那个回收的那种说，你现在马上给我捡起来，你帮我找。
那时候已经天黑了，而且还要下雨，然后想那怎么办？我真的没办法，我就跑下去拿一个椅子放在外面，还有拿那个椅架，那个铁的椅架，把它打开，拉拉直哦。上面的神经在去勾啊。然后你把一个一个袋子，而且还下着雨，他还要撑着伞。而且很多车子都开过来，每个都在那边看。哎呦，这外国人怎么来这偷衣服？对对。所以这样子一件一件这样子拉出来，一件一件还裹到别人的，哎，还不错。好像还赚了一点。就那时候开始，我。绝对不会再碰他的东西。没错，女生的衣柜千万不要碰。不过今天呢，我们发现这四位男生其实看起来真的都是比较不做家事的那一挂。今天我们也想要看看他们，比如说那太太今天要做鱼的时候有没有？那么请他们帮忙刮鱼鳞好了。好，我们的四位参赛者呢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鱼都在他们面前，但是呢当然一个比赛嘛。喂，有没有在听啊？没有，嘉嘉在注意，他们一直晃一直晃，晃气死了。我觉得比幼稚园的还难带，真的，每个人都一直晃，真的。准备了，准备了。等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问刮鱼鳞你们两位干嘛要这样？没刮过，我吃素啊，我不懂啊。不是哦 ，OK。为难我了，做这个动作。没关系，不是你杀他的，没关系。好了，准备了，计时30秒，开始。哎，哦哦，哇塞！David 很快的速度，他已经刮完，还剩下哦，鱼都掉下去了啦！哦，4、3、2、1，时间到。David 他是一个非常从容的姿态，David 在厨房工作啦，他一定会了啦。哎，可是他卖牛肉面啊，你有卖鱼面吗？没有。OK， 所以再来喽，我们来看看第二位的阿福。Oh my god！ 哎呦，比较不是那么光滑的感觉，是不是？但是没有喽。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可乐，你在拍广告啊？你的哎，等一下。他的身体被你刮坏了吗？有没有这边？而且他是刮的最恐怖，因为人家刮是反方向这样刮，对不对？只有他一个人是来回反复在刮，对，很奇怪啊。所以你其实没有刮过，对不对？没有。喂，小心小心。OK， 我们来看看，David， Oh my God， 他也是。身体有没有？已经这边都已经被刮掉了。你要飞出去了、啊，飞出去了。太痛了。后面的四位太太，你们觉得谁的会比较好？David，OK， 我觉得 Steven 不错。Steven， 他的鱼都不想活了，跳下去了。因为我觉得一个从来没有。就是吃素了还愿意做这个家事，就表示他是有心，可以把死鱼刮成活鱼。他是为了 Team Star。好了，那当然了，今天我们的奖品那就是送给 David， 谢谢。四条鱼。你就带回家吧。OK， 你慢慢刮吧。今天再一次谢谢三位特别来宾，还有我们的8位新住民。快来帮我们按赞，加订阅，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